唱完这一句之后，你再把视线往观众台这个方向看，这边看吗？对对对。啊，重吗？好重哦！你稍微休息一下。啊？好重哦！嗯，然后那个小玉西瓜是要干嘛？要吃的。它是一颗水晶球了，什么小玉西瓜？而且这一颗是中华女排送给我的。中华女排哦。那我刚比完就送给你。对，这么好。对，就是那个。有意识不做，为什么要做这？这样比较落魄啊。我都几十岁的人。我自然有 lonely 的时候，我的内心很复杂，你们不懂的啦。那我们听音乐会懂吗？会。为了打歌，无所不用其极。这就是 lonely， 未来继续来淡过去，却过不去天下无敌，有心无力。现实永远那么现实。好久没有这么操劳了。嗯，我最近工作都不会超过3个小时，就去开开会啊，吃吃饼干就回家。以前我每次都说我要赶快回家，要不然哈利都大学毕业了，现在要换了，没有念小学了。不来，那你有没有拍过戏？你有拍过广告？对，拍过。哦，哇，广告大明星。今天就假装是来看我，就是你知道这个故事，就是说。啊？好，来，我要干嘛？嗯，这是内心的场景。你看文青讲的话吧，你知道那个上台的那个感觉哦，跟下台的感觉，只有当事人才知道，他那个落差太大了，尤其有一些是生理反应，比如说那个你上台声音很大，然后你下台以后会一直耳鸣啊，然后到你睡觉的时候你还是啊，那个是没办法，你唱多久都没办法改变。那当然那个心里会从那种兴奋，然后到空虚，那是会越来越。对比强烈。